大台北都会公园幸福水漾园区，在这一两年多了一种特殊的景象，在3月的时候会出现一整片的白花三叶草。白花三叶草它在盛开的时候就会像雪景一般，所以被不少的民众称为三月雪。而在淡淡的三月天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欢迎大家到幸福水漾园区赏花。一整片地白茫茫，但这并不是下雪了，而是白花三叶草正在盛开。高山地的里面的百万上三叶草呢，是一个野生来外来的一个物种啦。那它在我们的高山地，落地生根了以后呢，慢慢的在滩地里面发展。然后目前是在我们的幸福水漾园区这个区，也就是重新桥到那个。一直到我们的中山桥这部分已经开始有露头的一个现象，然后接下来大概三月的一整个月份呢，会是它主要的一个盛长的一个期程。身为野生种，白花三叶草韧性很强，不怕踩踏，民众走进去绕绕或拍照打卡都没问题，而且想看到这动人景象还很方便。因为刚好我们大台北都会公园这边呢、啊，近期是我们的桃园捷运已经开始通车，以及我们环状线的捷运也开始有在到达，所以民众的话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啊，透过那个环状线到达我们的新庄站，或者是我们的桃园捷运线到达我们的三重站 A2 站的一个 EA 出口，就可以到达我们大台北都会公园。白花三叶草在3月中旬长得最茂盛，新北市府直到4月中末都不会去割草，让民众能来好好欣赏满地白雪，度过白色情人节。记者沈正林去三重，从不倒。